咁我哋三個咧就係喺中學識嘅。咁我哋中學嘅時候初畢業，即係準備畢業嘅時候，我哋本身已經有呢一個概念。咁我哋就一齊工作咗四年，儲錢。呢三個後生仔堅持唔靠副幹，就係為咗一圓創業夢。几年嚟，饮食、sales、书店、便利店，通通都做过，最后成功储咗30多万，喺西九龙中心 food court 租咗个小铺位。食物就以西式为主，意粉、热狗同埋炸意大利饭饭团系佢哋嘅主打之一。谂翻最初，其实身边嘅人都唔睇好。我哋父母最主要都系惊我哋会蚀钱啦，唔想我哋。為了金錢上就影響了我們三個的友誼，因為如果計算其實我們都認識了10年了。嗌交有的，因為那時候就一定有的，嗌交就有些人覺得這樣設太貴，有些這樣覺得可能設太便宜。友誼的考驗無處不在，小至一個裝飾的擺位都可以是導火線。不過他們最後都跨過了，父母也都對他們改觀。現在的我們父母都很支持我們的，都會話攞錢出嚟話幫我哋嘅，但我哋就唔想啦，我哋想靠自己雙手去營運一間鋪，即係如果衰咗嘅，我哋都心甘命抵咯。而家為咗間鋪，佢哋連去旅行或者買衫褲鞋襪都唔敢諗，寧願將啲錢用翻喺間鋪頭度。雖然係咁，但係佢哋都冇後悔過。呢個再搞都會再嚟翻呢度，因為即係唔知道你有冇煮開嘢啦。咁你自己煮嘢，見到人哋食曬你成碟嘢，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嚟嘅。即係最大的滿足感在呢度咯。有啲咩想同你哋講兩位兄弟？多謝佢哋啦，冇佢哋就冇今日嘅我哋，係咯，即係冇今日嘅咖啡啦。